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。蝈蝈也叫百日虫，基本上能养180天。我今天从蝈蝈说起。我的家人住在北京，他买了2只蝈蝈，他在微信上写了"金蝈名玉兔，归五谷丰登，普天下喜的是。"盛世太平。我看了这句话，我以为是古书上的，其实是我的家人从京戏《汉宫惊魂》片段中的唱段改了几个字，原来唱腔里是"金钟响玉兔，龟王登九重"。普天下喜的是五谷丰登，这个《汉宫惊魂》京戏的名称也叫上天台。京戏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，它的故事、它的表演、它的风格都是有特别的感染力，让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小时候夏天，我们家乡有卖蝈蝈的，卖蝈蝈的老汉挑着一个担子，担子两侧挂满了蝈蝈，蝈蝈被装在圆圆的笼子里，叫声真是响极了。儿时温馨的家，和这美妙的蝈蝈叫声，把我带回无限美好的回忆。我爱蝈蝈。